后跟着，往后跟着，往后跟着，护卫就往后跟着，靠一点。那个，你把它撑开，那边撑开，那撑不开，太多人了，我用脚拽你啊，出不来了。来，麻烦一下，来，麻烦一下。来，往后，往后。OK， 可以的。来，摄影大哥，我们先对。来，摄影大哥，我们先往后对。往后，来，往后。先生，先去到外面，到外面，你到外面，你到外面，到外面一下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小心。小心。这有什么？老马。后面拉开距离，后面拉开。麻烦你们赶快出去好不好？优质的我们
立法委员参选人宋伟立，宋立法委员参选人，我们参议长少平主委，少平姐，然后林副议长，然后我们张市长、张前市长，还有好多我们博元兄，我们昭平兄、姚江林、姚，还有大贝兄，还有。哦，潘家生潘主委，李德伟李中常委啊，好多，还有大贝兄，还有我们所有基隆市所有的各位好朋友，各位议会的好朋友，还有我们这个长得一头秀发，比我帅气潇洒多的我们谢国良谢委员，我看到他头发我就非常嫉妒啊。还有张茂定书记长啊，还有各位亲爱的基隆市所有党内的先进，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热情的乡亲，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还有各位辛苦的警察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来到，终于来到基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次选总统的大选，国瑜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策略，从南往北。10月16号，离开了美丽的高雄。从屏东鹅銮鼻一路一路往北，今天到了基隆。各位亲爱的基隆乡亲，这一趟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看到好多辛苦的民众，好多，我们听到了好多的声音，当然我们也感受到很多的欢笑，很多的呐喊。重点从屏东、澎湖、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彰化、苗栗、新竹，今天到基隆，过两天还要返回去双北。我的感触很多，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从泥土里散发出来台湾人那个善良、那个真、那个美。广大的台湾人民真的要求的不多，你倾听就知道，大家都希望平平安安、安居乐业，过一个宁静、和谐、美好，然后自己能够满足的生活。很多人并不要求大富大贵，但是今天这趟倾听之旅，我强烈感受到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人生的目标，离基层的民众好遥远。昨天、前天在新竹，一对导游夫妻穿着 T 恤，直接写“我是导游”，看到我抓着我的手，市长帮我们找工作好不好？台湾有4万的导游，大部分失业的状态。我到了阿里山的茶农，也是掉着眼泪，眼眶红的卖不出去。我看到养殖鱼的在屏东，价格直直的落，不停的降。我到了垦丁恒春，看到了民宿业者真的是呐喊欲哭无泪。我也看到了观光产业的倾听之旅，人人摇头叹息，好多。所以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管是宋伟立同志，还有韩国瑜，还有我们在台上这些议员、议长、副议长，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我们到最终，我们到底神圣的目标是什么？我到了新竹，看到一个单亲的妈妈，生了两个女儿，单亲，全部是重度身心障碍者。一个女儿到了17岁，第一次走路。17岁以前，她没有办法走路，因为她没有辅助器材，她站不起来。两个女儿都一样，这是活在什么世界？这是活在地狱里面，活在地狱里面。一个妈妈所有的精力体力就耗在这里，就照顾这两个孙子。
自己生的心肝宝贝，怎么办？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少苦人，或者他们期待突破他们的生活现况，但是得不到澳元跟帮助。我也跟青年座谈，所有青年朋友，我可以强烈感受到，刚开始见到韩国瑜都是武装自己，双手抱胸，讲到一半双手放下，讲到结束面带笑容，要离开之前团体合照，因为他们了解到韩国瑜。青年人思考之中被置入了太多负面的元素，太多，亡国感，香港的问题，主权被出卖，韩国瑜是个坏蛋，等等等。所以我也跟青年座谈好几次，我也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我要跟各位基隆乡亲要报告，这趟走下来将近20多天，让我更能够了解贴近民意对一个从政者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的内心深处看到这些为我喝彩加油打气，我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宁静而且沉重，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掌声每一个欢呼声都代表我们肩膀上的责任加力更沉重。各位基隆的乡亲，过去3年半我们到底过得怎么样？很多民众过得不好。其实我想我跟议长宋伟丽我们少平姐都是一样，在我们这一辈我们唯一的期待就是大家都过得不错，老百姓们安居乐业，然后我们下一代比我们更有出息，比我们更健壮，比我们更有知识，而且比我们更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所以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喝彩每一个鼓掌，在我的内心都是觉得又加重了一份责任。展望未来，2020年1月11号我们可以换自己去思考一个画面，韩国瑜落选，落选，然后现在的蔡英文继续当选，未来是我们会什么样的处境？韩国瑜不见得当选，我从来不往脸上贴金，但是如果我们掉到像现在这个政府继续走下去，继续这样子贪污腐败派系纷争，一群人吃跟匈奴一样不停地掠夺，掠夺完就走人，这个国家怎么得了？这是匈奴的心态，中原土地肥沃秋高气爽，匈奴人不种，直接就入了长城就来抢，抢完就走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执政呢？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这些执政的团队，你们都不愁吃不愁穿嘛？你们生活都已经不错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为台湾人民好好努力、认真上、认真打拼呢？人民过得是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子？一个执政者，一个执政的团队，把自己变成匈奴，用掠夺的心态，不停地掠夺台湾的资源，一个风力发电需要发到2兆吗？需要吗？一个前瞻需要花到8800亿吗？需要。我们太多事情看不明白看不懂，所以我要跟基隆乡亲报告，2020年1月11号这场选举真的是为自己在选，是为整个台湾社会在选，是为自己的子孙在选，也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选。这一票是这么这么的重要，因为从政治上来看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对政治的影响力身为反对党完全是狗吠火车，真的甩都不甩，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2020年这个选票的重要性跟神圣性在此，
我要拜托我们基隆乡亲，今天韩国瑜好不容易从鹅銮鼻一路到了基隆，我希望你们能够捐弃成见，化小爱为大爱，撇开小矛盾小牢骚，你们一定要把选票集中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立法委员参选人宋伟立，好不好？真的，捐弃成见，化解矛盾，大处着眼，集中选票。我们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一定要让宋伟立高票代表基隆，在中央来监督行政院。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他是一个健康的、良性的监督者，这个要特别拜托。中华民国如果是一只雄壮的老鹰，在天空飞翔，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所以总统要赢，立法委员一定要过半，否则中华民国飞翔不起来。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忘记了台湾，台湾也忘记了世界。我们一定要甩开说倒说过，我们必须开大门，我们勇敢地走出去，让我们下一代跟国际接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五六十岁的最重要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我们肩负着这一代的努力跟下一代的传承。所以宋伟立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总统请支持全台湾最黑的男人，哪一位？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韩国瑜。